什么呢？这正是飞龙半只脸呐！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邪。公鸡懂，战斗机懂。你比一走一天过得好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您可不知道，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，自己没文化，工作不努力，还看谁都有错。其实这错儿就在他身上了，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，把我给烦的。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好，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，我呀说给大伙来问，哎，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？我这跟你说话了，你怎么走了呢？您看看这是这么多人呢，拜年了，拜年了啊！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。你看，人人脸上都笑话字了。嗯，这一过了年啊，人人都是喜气洋洋。那可不，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？哟，您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。哟，怎么回事？形容我那媳妇儿四句话的评语啊：穿名牌，戴名牌，白天睡觉，晚上玩。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，花前月下。嗯，结了婚我才发现什么？根本就没有月下，就剩下花钱了。哦，嚯，好！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三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，那是什么呀？随便花。哟，一个字就是买。嘿，只要花钱他就高兴。我跟您说，给自己媳妇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。我媳妇可不是花点钱哦，太爱花钱了。是吗？前些日子啊，看别人都出国旅游，嗯，她也想去，人家都去泰国，她也非嚷嚷着要去。哦，我说行吧，嗯，你去办护照去吧，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。哟，我说你干点什么行？嗯，还是我去吧。到那之后，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，我说哎，大哥，您看我们这护照怎么还没办下来？你去哪儿啊？我说你看我这去泰国啊。小伙子，你这上写的是秦国。哇，好家伙的。小伙子，我们是办护照的，不是办穿越的。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。我说不小啊，还不小，你看你还戴着红领巾呢。哎，这也太小点了。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，嗯，奔泰国吧，出发。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气着了。哎呦，又怎么了？上了飞机之后呢，我们俩人挨着坐。我等这飞机平飞之后呢，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，哎，都有这项服务。人家空姐过来了，嗯，小姐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所有饮料一样一杯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还得照顾后面其他的旅客，不给我不行，不给我不让你走，我们花钱了，有本事你从我腿上压过去。什么行为啊？这您说这什么行为？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，给我臊的一个大红脸，我都低着头抬不起头来呀。给我臊的呀，人家没办法，十几种饮料一样给他倒了一杯。哎呀，他高兴了，人家问我，先生，您喝点什么呀？给我臊的头都抬不起来，跟他一样吧。哎，跟一段没羞没臊啊，给我臊的呀！什么人呢？这是。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啊，住酒店吧。嗯，你猜这服务员说什么？嗯，说先生，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。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，也得住啊。多少钱一天？嗯，5400。5400，这也太贵了啊！凭什么这么贵？嗯，我们贵有原因。你猜他说什么？说什么呀？说我们贵有原因。嗯，我们是海景房，因为能看见海，所以贵。有道理。我说那这样，你给我便宜点，我保证不看，行吗？哎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们不同意。哎，是我也不同意。不同意也得住啊。哦，好不容易住进去了。嗯，坏了。怎么了？发现房间里有老鼠。哟，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。问问。Hello。嗯。坏了。怎么了？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。瞧你这脑子。幸亏是我呀。嗯。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。那管什么呀？管什么呀？嗯。管大用。是吗？You know Tom and Jerry.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？ Yes. 知道。Jerry is here. 哦，对，杰瑞在这儿啊。好，您这小脑子呀！就凭我这三句半的英文，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。是。赶紧回国吧。嗯。
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，一结账又是好几千。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？不至于。哎呦，花点钱也就无所谓。是，在家里边还抱怨呢。哦，各种抱怨。是吗？男人啊，就怕没出息。我说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呢？说谁没出息？说你呢？像你那倒霉模样，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，像我就完了，要不像我你就完了，知道吗？嗨，这都哪儿的事儿啊？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？你怨谁呀你？那还不得怨我妈？有老太太什么事啊？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，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。我听这话还挺孝顺。那当然，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。哦，什么感情都比不了。是吗？打个比方吧，您在外地上大学4年没回家，回了家门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。是吗？那当然，都得这么喊。我给你学学，家门口，妈，我回来了，都得这么喊。好像是这样。没有喊别的。站门口。四姨父，哎，对啊，我回来了，那不像话，大哥，没有这么说的话，没有这么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人和妈的感情，连爸都比不了，是这话呀？那当然了，哦，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，是吗？妈，我渴了，妈，我饿了，对，妈，我衣服呢？都得先找妈，跟爸就没这么多话，是吗？跟爸最多一句，说什么呀？爸，我妈呢？哎，还得找妈呀。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，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，我小时候淘气，哟，可不让家大人省心的，是吗？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。对，我小时候可淘气了。什么样？我们家呀，住大杂院，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。没错，政府为了给我们这个美化环境啊，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，哎，更讲卫生了，可移动的公共厕所，多好！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，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。哦，推，这都什么孩子？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，我爸当时就急了，要揍我。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？就得教育。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，他爸都没打他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废话，华盛顿砍树的时候，他爸在树上吗？嚯，好家伙！不是你把老爷子给，哎呦！我连我爸带那厕所一块儿给推河里去了，这孩子太皮了。小时候太淘气，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。知道改就行。为了孝顺父母，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。哎，别这么说话。您可不知道，我那媳妇儿啊，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，就知道看电视。喜欢这个。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。您知道我爱看什么？您爱看什么呀？我爱看真实的。什么东西？什么真实啊？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采访、民意调查，这个真实。哦，我知道，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。看过吧？哎，对对，看过那个。一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，大妈，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，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？大妈是一东北人。哎呀妈呀，今儿这风啊老大了。嚯，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。这不是吗？哎，我老头子呢？你看影响多大，给老头子都刮飞了。行了行了，大妈，我这还有一个问题。我还问。您看现在一到过年过节啊，很多单位花很多的钱放烟花，您怎么看啊？那能怎么看啊？趴窗户看呗。嗨，这玩意儿不挨着。我爱看这个，它真实。行，您别说这个了。他爱看的节目我不爱看。他喜欢什么呀？他爱看广告。哟，你说这广告有什么可看的？说的是。拉着我陪他一块儿看。我看的广告太多了。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。你还有这本事啊？随便给我一产品，我就给他做一广告。吹吧，老北京炸酱面。啊，这做什么广告？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。哦，那您跟我们说说。张嘴就来。我们听听。老北京炸酱面，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，一年卖出7亿多碗，连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。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万炸酱面。等到临走的时候，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：“哎，你的炸酱面！”卖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：“不，那是你的炸酱面。”老北京炸酱面，真正的炸酱面。老北京炸酱面，炸酱面的领导品牌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。老北京炸酱面，清肠排宿便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？不就这个吗？这有什么了？这个？你这不怎么样啊？天天在家看电视，我老说他，我说你别老看电视了，运动运动去。哎，这样。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？啊，我怎么胖了？你还不胖？看看人家，
老婆跟老公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哎，往那边点，压我头发了。哦，你看你天天说什么？他呢？哎，往那边点，压我肉了。嚯！您往床上一躺，那肉都摊开了。哎，行了行，跟地毯似的。哎呦，不至于。我说你减减肥吧，对你自己也有好处。嚯！你那腿这么粗，到了夏天怎么穿丝袜？哦，我怎么不能穿丝袜了？我说你看，人家姑娘穿上丝袜，有的看着性感，有的看着调皮，有的看着可爱。嗯，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。哎嗨。不是你这嘴，您那个肉太多了，丝袜都挡不住了。哎呦，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，那肉砰就弹出来了。嘿，太损了！您赶紧运动运动去。啊，我怎么没运动啊？我每天都6-5公里。嚯，那运动量不小了。什么不小？不是6-5公里吗？他养了条狗，那狗叫5公里。哎，好狗名啊！哎呦，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，在家里边跟她抬杠拌嘴。嗯，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，我太不容易了。工作也不容易。哎呦，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。哎，这可不至于。单位那领导天天跟我较劲。嗯，说什么？嗯，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，不积极发言。我说王总，对不起，以后我改，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，积极发言。哎，行了吧？知错能改。嗯，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，同事们注意了，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，嗯，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。哦，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，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。嗯，大家呢轮流发言，一个一个的说，站起来一个，不加倍，又站起来一个，不加倍，该我了，抢地主。哎，对，嗨，曹云金你出去。哎，您说有他这样的没？我们积极发言了，他又不高兴了。要我就该开除你。哎呦，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，赶紧送点礼吧。嚯，收买人心。投其所好，知道吗？他喜欢古玩字画。嗯，给他买一幅。这幅字了不得。嗯，4个大字：正大光明。那管什么呀？管什么？乾隆皇上写的。哟，给送家去了。嗯，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。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嗯，那上面落着款呢。都写什么了？上面写着呢。啊。正大光明，嗯，乾隆书赠与王总。哎，王，那怎么能是假的呢？这就是假的。哎呦，礼送了，不但关系没缓和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。哼，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。埋怨什么呀？挣这么点钱还让人扣一半，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？不是还要换房子？当初买这房子就差点没把我累死。嗯，跑了无数的楼盘，看了各种的脸色呀。售楼小姐天天吓唬你，先生赶紧买吧，房价一定会涨的。光听他的哪行啊？那怎么办？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。哦，为了这我还报了一专家讲座。嘿，听那专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，3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。哎呦，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？哪年？前年。哎，前年还用着你说呀？这不废话。最后分析来分析去，还是售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。她怎么说的？先生赶紧买吧，房价一定会涨的。对，就这么句实话。您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？为了能发财啊，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。哎，这不能信，那叫封建迷信。你懂什么？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。是吗？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。哟，我这人是五行啊，缺五行。哦，五行，那您也太缺点了吧。所以说命不好。哦，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，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。嗯，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。哦，3天之内就能发财。结果我就发了。是吗？回到家之后啊，嗯，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。嗯，转天给送来，我偷偷的把我们两家门牌号给换了，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？一分钱不花，我还白落一电视看。不是，你就发这财呀？你缺德不缺德？让我说你点什么好？你管得着吗？发财就完了呗。哎呦，转天下午4点半，电视还人就送来了。您看，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，递给我一张收货单，上面写着4个大字：请您签收，货到付款。哎，别说了。啊，咱们今天第一天开机，好吧？等杜老师一到，马上就开始啊！二舅，二舅，二舅，你给我小点！哎，二舅，你生怕全剧组都不知道我是你二舅是吗？
么才来啊？哎呦，那不你姐在家做了饭，非得让我吃着饭再来吗？你姐那是你妈。对，你妈。你妈。对，我妈你姐。我跟你说，你小子别一天到晚不着调啊，知道吗？哎，我跟你在这个剧组安排这角色这事不能让人知道。我是你舅这事更不能让人知道。行，让你舅在组里不好办。对啊。哎，那个二导演，哎，咱们那个戏啥时候演呢？那剧本你都看了吗？看了。那主角探长那角色，我心里研究的透透的。哎，你研究什么主角啊？你就演一配角，你演一内奸，主角都定好了，是杜旭东，杜老师演。谁？杜旭东。杜旭东。对。我说你怎么找他演这么个角色呀？他这演了一辈子戏，演过主角吗？回回是配角，配角就算了，演过好人吗？除了叛徒就是奸细，要么太监，要么那什么话呀？内奸词你记住没记住？哎呀，就两句词有啥好记的呀？两句词给我说说，我听听。头一句啊，探长啊，我来了，什么事儿？哎，挺好。二句啊，探长那边说了，只要是你合作，下半辈子钱花不完。像这傻外甥还挺聪明，就这么演吧啊。这问题是说完两句词儿，梆一枪把我打死，没戏了呀。是头一次演戏，就这么简单结束，挺好的啊。加点戏，加不了。加点戏，加不了。加点戏，加不了。能不能演？不能演，换角色了啊。你瞧见朱迅了吗？那都蹦着高的想演这角色。行，哎，你不让我演了，我把这事儿啊，我回去跟我姥姥说一下，我姥姥又疼我，又80多了，一听说这一生气一上火，咔嚓！你咔什么嚓？你老80多岁，你折腾他干嘛呀？你给我加点戏。你是真够麻烦。这样吧啊，一会儿杜老师来了以后，你自己把握一下。你加归加，你别加太狠。行不行？你聪明点啊。嘘，杜老师来了，走。来了。导演，杜老师你好，杜老师你好。我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哎，跟我搭戏的那个群众演员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就是他，小贾，来。哎呀，杜老师，长得也挺客气的啊。您客气。哎。导演，哎，剧本没什么改动吧？没什么改动，它就是主要说一个民国戏啊。然后它里边主要讲呢，就是您这个警察局里出了内奸，到最后导致您这场抓捕失败。然后现在呢，他今天过来策反你，结果你生气一枪给他毙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行不行？没问题。那这样吧，你俩先认识，准备一下，我下去看机位什么的准备好没有，咱马上开始。好行，杜老师，您来。嗯，您放心。哎呦，杜老师。我是您的影迷，我哎呦，今天我见着真人了，我能跟您合个影吗？我跟您合个影，行吗？行，来吧。您乐着点。哎呀，你这要求还挺高。乐着点。哎，对。哎，到没到啊？没电了。哎，我杜老师。我听说您这人特够朋友，只要有事儿求您，您就没有不应的。您看我这个今儿有点小事儿，想请您帮个忙。请我帮忙那得看什么事儿啊？你要让我帮你吃点，帮你喝点，这都没问题啊。你要让我帮你把这模样变漂亮了，这我办不到。啊，这个事儿我没想过让您帮我。您自己都解决不了的事儿，我怎么能让您帮我这个呢？哎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杜老师，我就哎呀，您看，我就是想跟您说，我今天求您这个忙呢，您肯定能帮。你说吧。哎，您看，您能不能帮我演一回这个内奸，我演一回这探长啊？什么？啊？就你这模样，你想演探长？您帮帮忙行不行？不帮。哎呦，您就当提携后辈了，您帮一帮吧。哎呀，帮忙呢只有一种可能。哎，有可能就行，什么事您说。那就是这个内奸他是男主演男一号，这个探长呢他是大龙套。哎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那会儿还得看是谁有戏，再说他不知道
我舅舅是导演。杜老师，咱们现在马上就开始了，都准备好了，好吧？开始。那个，我一会儿啊，你机灵着点，我一喊开始，你就从那边上，你直接就进戏里了，就开始演。您一喊开始，我就上 ，OK 吗？行行行，可以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杜老师，您辛苦，好吧？咱们现在开始，好吧？好，来。哎呀，哥们儿，准备一下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。发什么呆呢？在这儿，谁发呆了啊？该他上场啊！你过来！哎哎哎哎哎，等着！你干嘛呢？等着呢！等死呢？等你喊开始呢？我喊完了。你什么时候喊的呀？五一 action！ 你喊的是 action， 你没喊开始啊！天哪！好好好好，是我没有文化好吗？啊，我喊中文。好不好？好，咱们现在抢光、抢天光、抢时间，不要给我拖延时间。哦，抓紧时间演，快一点，好不好？快点演，争口气，行不行？没问题。好吧，来吧，等我啊，等我。老师，抱歉啊，新演员，来来来，咱们稍等啊。来，哥们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哎，开始。探长，我来了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哦，是昨天晚上泄密那事儿吧？我知道，那就是我泄的密。那边说了，只要是您答应，后半辈子那缺不一钱全都给您花呀！啪啊！不是导演，我这一句话还没说呢，他自己来了一通倒地了，是什么玩意儿？您别着急，您别着急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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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导演？你到底会不会演戏？能不能你一句人家一句你一句人家一句对上话对上话呀？正点去，正口气啊！来，杜老师，杜老师，抱歉抱歉，真委屈您了啊！新演员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哥们儿准备，来五四三，开始吧！探长，是我来了。我问你，哎，你问我问我，你随便问我。抓捕行动的失败是不是你给泄露出来的？是我是我就是我呀！可是探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泄露这个消息吗？是因为他们抓了我80岁的姥姥啊。你给我住口。这个叛徒探长，你不用掏枪，打我今天一进这个门，我就知道我活着回不去了，还是我自行了断吧。啪啊！救我姥姥。导演呢？哎哎，你说到底谁是主演呢？当然您是主演了，您是主演，我可是男一号。您男一号，他这么抢戏，你说我加了那么多乱七八糟词儿干什么呀？我说您来，您这边歇会儿，歇会儿去。哎，怎么样，导演？导演怎么样啊？你好吧？你干嘛呢？你瞎加的什么字？瞎抢的什么戏呀、啊、你？我这不是揣摩揣摩人物心理，丰富一下吗？你揣摩个屁！你就是为钱叛变的内奸！一共自个儿几句词说几句，现在说几句说话、两句。两句，头一句什么词？探长，我来了，找我什么事儿？第二句，那个探长人那边说了，只要合作，下半辈子钱花不完。好，把这两句说完以后，开枪啪啊倒地结束 ，OK 吗？啊，开枪啪啊倒地 ，OK， 没问题。OK 吗 ？OK。最后一次机会，好吧，好自个儿把握一下，行吗？行，到那边等着。杜老师绝对最后一次，这次肯定没问题了。到现在我这枪还没掏出来呢。是是是，您别急，早晚得让您掏出来这枪，没问题。好吧，来来来。来，好，来，哥们儿，准备一下，再配合一下哈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探长，是我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问你，啊，抓捕行动的失败是不是你给泄露出去的？啊，是我，探长，人家那边说了，只要是你跟他们合作，下半辈子的钱花不完呢。你给我住口！你这个叛徒！啪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，导演呐、啊，他怎么先把我给毙了呢？哎呀，你干嘛呢？你不说开枪啪、倒地吗？呸！是人家开枪啪你倒地啊！我说你这个群众演员怎么回事呢？啊，这么点戏来回折腾，怎么了？不想演是吧？不想演换人啊？
哎呀，导演，哎，要不这样，哪样？您说，你帮我搭一下戏，咱俩呢给他做个示范啊。那也行，舵手，那就辛苦您一下了。您给他演一遍，让他知道是怎么演这个人物，他可能揣摩不到这个人物。我演他这个。行，那辛苦您一下，你给我过来。哎，开始。探长，我来了，你找我有事儿。这次抓捕行动失败，是你小子把秘密泄露出去的吧？是啊，探长。那边说了，只要咱们跟他们合作，咱们下半辈子有花不完的钱呢。哎呦，你个叛徒，我现在就枪毙了你。太棒了，这太不错。到位。你怎么还抽我个嘴巴呢？我抽了吗？抽了。是我抽了吗？不是，刚才我跟他演的时候，你怎么着没让我抽他呢？不是，这您不是，这事是，你演的这个角色太逼真了，你看见了吗？哎，知道什么是大师级的表演了吗？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看到了没有？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了吗？你应该是我没看清楚。对，这你看，杜老师，你看啊，演员比较新，他对这个人物的揣摩还不是很到位，这样我觉得一遍他应该记不住。您这样，您能不能再给他演一遍？为了逼真，这样，我觉得这个褂子，您这样，对，来，您借给他，让他揣摩一下这个人物。对，这个正面的这种形象啊。然后这帽子我对，哎呀，最后一遍啊，谢谢段先生，谢谢，舅舅只能帮到这儿了啊，小子，看我怎么给你加词儿。各部门都准备好了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探长，我来了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哼，昨天抓捕行动的失败。是不是你把消息泄露出去的？是啊，探长，您说这人活着不就图个吃香的喝辣的，金钱美女随便的划了吗？啊，这些咱们不都有了吗？我是为你好啊！你个畜生！哎呦，我说探长，这话可叫你给说着了。我说什么啊？不就是个畜生吗？多活一天算一天，多吃一顿死一顿。当然，您就要天天的要头要脸。当然。您就要天天的人模狗样，当然您就要天天的吃苦受罪。所以说，你说我是个畜生啊，我不但不恨你，我得谢谢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压根就没把我当人看，当个畜生。只要你们不把我当人看，当个畜生，那我就可以天天的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。帅哥，您看看这个200平米大别墅，买一套送一套煎饼。老板，看房吧，大海边的4合院，4合院里有大海。大哥，湖中间大平房，大平房中间。别瞎发呀，哥不教过你吗？你得看人需要啥，你再发啥。专治各种疑难杂症。
还是没开窍。按摩保健情感陪护。哥，哥，我不想干了。你当初说的多好啊，带我来北京搞传媒，这怎么发上小广告了呢？哥不给你解释了吗？这啥？传单。哪去了？没了。传媒吗？哥，你说咱发小广告一天遭人多少白眼儿？我不想干了，我想回家。哥早就不想干了。瞅瞅。北京到哈尔滨硬座，哥你买着票了？哥排了三宿才排着俩硬座，穿好了啊！放心吧，哥，明天咱就坐火车回家过年去。哥还明啥呀？咱走吧。等会儿，记不记得咱前两天让人举报刷了三天墙？嗯，就这家干的。你说他怎么跟个事儿妈似的？反正咱过完年回来也不贴小广告了啊，咱今天不发了。把这点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儿。行，哥，走走。哥，摄像头，伪装。喂，物业呀，我跟你们反映个事儿啊，这个小区的停车位让你们设计的太不合理了，车位设计的这么窄，车跟车停的这么近，车门都打不开，多不方便。好在我没有车。还有。以后我给你们物业提的问题你们要及时改正，我也是为了提升咱们整个小区的品质，你小区的品质上不去，业主住着心里多不舒服，幸亏我不住你们小区。行了，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啊。模特公司，我约的那两个模特怎么还不来？几点了？来，你自己看看几点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次我要的模特一定要高大威猛、英俊潇洒，跟我一样又帅又爷们儿啊！就这家，不是天人，怎么猫眼锁眼全给他堵上？哥，咱把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儿。好主意，好主意！英语四六级包括月嫂、保姆、家政服务、麻将扑克、拍酒技巧、管道疏通、家电维修、高价回收、冬虫夏草、北京到哈尔滨硬座。哥，我发完了，咱走吧。走回哈尔滨呢？你要干啥？我要票啊！你要票，你敲门，人家开门，你怎么说呀？你就说你发小广告的。我不说我发小广告的，我说我是传媒大学的。行，你就说你传媒大学的，你就敲门，哎，人家就问你，人家就问你，哎，你传媒大学上我家干啥？哥什么玩意儿？哥，你要瞎闹你！哎呀，我去，闹什么耳棒都推人家来了。哥，假人儿！你们模特公司能不能靠点谱啊？这俩模特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迟到这么长时间。行了，你别解释了，我不想听你解释啊！就这样，再见。啊，我的天！夏银，快给人吓坏了，快抢救我！这人工呼吸，快点！住嘴！你们怎么进来的？门没锁，我俩就进来了。门没锁就不能敲敲门吗？你们公司是不是都像你们这么没礼貌？有礼貌也干不了我们这行啊。干我们这行脸皮就得厚。脸皮厚，来，把手拿下来，我看看你们脸皮能有多厚。把脸挡着，别让他看见了。嗯，把手拿下来，我看看你们形象啊。哥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要看你看我，要看看我的，别看我爹。哦，我的天哪 ，My God！ 你们都长成这样了，还好意思互相攀比？你们公司对模特的要求还有没有底线？模特？哦，是我们就是模特。啊，对，我们就是底线。我没有侮辱你们的意思啊，我跟你们公司说得很明确，我要的模特英俊潇洒、高大威猛、帅气，但是你们的形象都很巧妙地避开了这几个形容词。看看你们自己那模样，怎么长得就跟闹着玩似的呀？你俩多高？我一米八。我一米八一。你俩就差一厘米啊？你有一米八吗？我一米吧。
我受不了了，我要给你们公司打电话换人。哥，再换人咱不就露馅了吗？大哥，你别打，大哥，你看你长那么帅，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长得没你帅的人留条活路？是，坐吧。别给我戴高帽，我不吃这一套。你们的形象虽然不太上道，好歹审美没跑偏。咱们呢试衣服。哎，哥，咱装什么模特？咱赶紧走吧。不装模特怎么找我要票啊？找票。你们平时拍过广告吗？拍啊，我们就是拍广告的。我一天能拍500多张，我哥厉害，一天能拍1000多张呢。哟，那拍的不少啊。能拍多少，主要取决于这个墙面平不平。平。那个，我们拍的是平面广告。来，换上吧。啊，那你们有资料吗？最好是视频资料。视频，小区监控那儿应该有。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了解你们呢？这样，你们走一段我看看。走啊！你们这腿是刚长出来的吗？走起来！啊！哦，我的天哪 ！My God！ 我做服装设计师这么多年了，还是第一次看到有模特能把自己的腿系上，而且还是死扣。你们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啊！大个儿，你过来，想象一下啊。你现在是一个保安，你正在巡逻，因为你们身上穿的是我最新设计的新款保安制服，来，巡逻。你是保安，不是小偷，自信一点。过了，小保安。是小保安，不是矮保安。行了，你正在巡逻，你发现了一个贴小广告的，你要制服他。这好了，小哥你过来，行不行？哥，想象一下啊，你是一个正在巡逻的保安，你发现了一匹马，突然马晕倒了，你要给马做人工呼吸。坐。马醒了，好，你骑上马飞奔。这时候到地方了，来下马，然后我这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们不是缺经验，你们是缺心眼儿啊。对不起了，我必须要换人。别，大哥，你看你长，哥，你看你长那么帅，帅人不近小人过。哥，咱走吧，咱不理这个美男子。请留步。怎么还有点舍不得你们呢？是你们的诚实再一次打动了我。来，我给你们一个节奏，跟着节拍走，准备啊！完难图难随难 for go。英语听不懂吗？这样我给你们翻译过来啊，就是一和二和三和四溜达。帅气，看见没有？不是，哎，哎呀呀，那那那那，哥完美！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？你俩是贴小广告的，我要举报你们！别，大哥，你别举报我们！你看，大帅哥，美男子，帅男子，不好使。物业啊，我是6楼的美男子。
对，我要举报啊！你凭什么举报我们？我们贴小广告怎么了？一年辛辛苦苦也赚不了多少钱，还总被举报，赚点钱还不够交罚款的呢。就想往你家门缝里塞点小广告，还把火车票塞进来了。就这么点小事，你至于吗？哥，我想回家。啊啊回家，你们回到家以后看见屋里院子里贴的全是小广告，你们还愿意回去吗？你们认为贴小广告是小事儿，但是对于整个城市来说这就是大事儿。你们来到这个城市，这儿就是咱们共同的家，你们不拿这儿当家，这儿怎么把你们当亲人？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哪儿的人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行了，问你们个事儿，这火车票是你俩撇进来的？手劲儿够大的，都撇我里屋去了。拿着票回家过年吧，明年回来别贴小广告了，要是瞧得起我就跟着我干。行。你这个头多适合当模特啊。我呢？你这个头稍加训练肯定能接着好多童装的活。走吧。谢谢大哥。大哥，怎么意思？没完没了了？今天还非要一决雌雄吗？来，你俩过来，我量死你俩。来，大哥，你不说这是咱们共同的家吗？我们先把家收拾干净，再回去过年。为什么呢？打败你的不是天真，是无形。公鸡懂，战斗机懂。你比一走，一天过去的好。干啥呀？我在踩着你。你媳妇儿呢？出去了。我跟你说，邓小亮，你说你是不是彪啊？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，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。就你出这破招，你媳妇儿能信？除非她也彪。我老婆肯定是。哎妈呀，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！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？想起一出是一出。总说自己不幸福，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，那不点火他自然不好贱。哎，别管我叫好贱啊，你要么管我叫小好，要么管我叫大贱，就别连着叫。好贱好贱的多暴露我性格啊。不行，我真帮不了你，我走了。不，你走，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，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，完了还不洗澡。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？我不给人搓澡去，我媳妇儿吃啥？哎，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。好的，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，帮帮我吧啊！你这啥意思啊？啊，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？我差你那俩钱儿？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。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，没你这么办事儿的。哎，我借你一次打一次。回来了，身份证在呢。按原计划进行，藏冰箱里。藏冰箱里，我把钱还给你。你别让我再看见你。怎么了，媳妇儿？跟人吵架了？没有。啊，跟狗。跟狗都能吵啊！我跟孩子聊天呢。啊！我说宝宝，妈妈怀你可辛苦了，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。他冲着我汪汪汪了。你没咬他吧？他没咬我，我能先咬他吗？那我不占理了。大气！你得福狗。
老公。啊。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，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。别哭别哭。不行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。你缺心眼吧？啊！你看人夸别人老公，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，你老公真有前途，你老公真有才华，夸我呢，你老公真刚。对着呢呀！你把围裙给我摘了。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？嗯，围一个有点短。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。啊，老婆，我去，一听就是找我的。喂，喂，是爸爸吗？谁呀？这么客气？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，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。骗子，你要是这么诈骗，能把自己饿死。爸，别，祖宗，除了我媳妇儿，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。尤其是电视，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。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？好温馨呐。哎，老婆，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？藏冰箱，我不是感冒了吗？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，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。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？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？那黄阿玛藏冰箱里他也冷啊。我电视怎么回事？假的，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。老公。老婆。妈妈。别怕，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。我信了。你先穿回去吧。别呀，妈妈，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。老婆，听他说完再晕。妈妈，30年了，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，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。意外孕育。哎，那个，你说你是我儿子，你叫什么呀？爸，你现在就起，你起什么我叫什么。眼珠子。爸，三思啊，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，给我起个人名吧。就眼珠子。妈，我身份证。瞪眼珠子。是我儿子，没跑。哦，哦，妈妈，别打了，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。邓小亮，你太过分了。老婆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，你都不成你儿子？怪我。宝宝，妈妈，妈妈一直在想象你会长成什么样，妈妈高估你了。妈妈抱。哎，分开。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。我不带，我就让妈妈这样抱着我，永远不松开。分开。你分开。宝宝，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。未来的我爸呀，可厉害了，是个大企业家呀。真的？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。福布斯。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。嗯，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？我爸那人高马大的，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。老公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哎，我一再强调，失信于女人，何以取天下？儿子，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？
啊，爸，之前也没商量过呀。这商量啥呀？这随便说呗，反正你妈也不知道。我是错，妮儿，辉儿，把辉儿聚一堆儿。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。哎呦，搞医学的，人体表皮污垢学。哎呦，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。没白听啊，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，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。行了，大哥，看一眼手牌。那个手牌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。他干嘛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。儿子文武双全，随我。老公你真棒。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。好哥们儿太重要了。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，尤其是那个郝建。谁？郝建呢？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？老婆，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。不是你亲口说的吗？说看见郝建就想吐，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，但从来不干人事儿。你爸还说，老婆说，去，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？嗯，给孩子炒四个菜。哦，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！来，赶紧的，搭把手。大功告成，赶紧走吧。等会儿，刚才说我什么来着？说我长得像个人，但从来不干人事儿。我问你，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？啊，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？被你气懵了。我哄我媳妇儿话，你也往心里去啊！来，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！哪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？不是你有完没完了你？你赶紧走！哎呀！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。妈，怎么了？妈妈，哎，你要干什么呀你？啊，怎么了，宝宝？哎呀，这儿子，干什么呢？地下多凉啊！快起来了。啊！我这次过来，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。你爸他怎么了？未来的我爸，就是为了这个，哎，累出了心脏病。那心脏一顿搭桥啊！拍完片子，医生一看都惊了。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？别拦我，妈。医院悠长的走廊里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。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，一直就在那抖了我。老公哎，公哎，公哎，公公哎，你把眼睛睁开，睁开，睁开，开开开。老公，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，我享受不起。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。嗯，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。那行了，我走了。等会儿，就你看你妈，你能空手来呀？你是知道的，我这来也匆匆啊。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？你忘了？你说你带了，放兜里了。不，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。那个兜，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。再说我给我妈，我妈也不能要啊。儿子孝敬的，妈必须拿着。妈，行了，儿子，这回回去吧。谁呀？
我呀，我就这么就回去了，啊？儿子，你来看妈妈，还给妈妈钱，妈妈不拿也不好。来，儿子，穿回去吧。不是，妈，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！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。你需要照顾吗？爸。哎，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家吧，啊，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穿回去了。不行，他姥家没电视。啊，那完了。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？儿子，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？地方台还是中央台？啊，爸，你挑个台呗。穿吧，生穿呐，没招啊！你那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？你先穿，穿完我再想办法。那你还想啥办法啊？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对了，儿子，这酒啊带路上喝。我还带啥路上喝呀？我就现在喝吧，省着一会儿穿的时候疼呢。儿子。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，其实幸福很简单，别老想着自己没啥，要多想想自己有啥。妈，你要是真想明白了，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，现在啥没了。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。儿子，穿吧。我来的时候也没人告诉我，还得往返呢。妈，我舍不得你。妈也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自己呀。我也舍不得电视啊。老公，你要真舍不得，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。儿子，带上你爸一块儿穿，让妈开开眼。你是开眼了，我俩这是开瓢去了。爸啊，长辈先穿。还穿啥呀？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。演戏嘛，不得有始有终啊。对吧，郝建？妈妈，郝建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骗你。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，但是我又不傻，我分得清什么是骗，什么是爱。老婆，老公，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。郝建，我也要谢谢你，这个钱我还。啊，宝宝怎么了？要生了？怎么办啊？送医。好钱，那钱，还钱啥钱呢？就当给孩子随礼了。一个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，大妈，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，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？大妈是一东北人。哦，哎呀妈呀，今儿这风啊老大了。嚯，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。这不是吗？哎，我老头子呢？啊？你俩多高？我一米八。我一米八一。你俩就差一厘米啊？你有一米八吗？我一米吧。我受不了了，我要给你们公司打电话换人。哥，再换人咱不就露馅了吗？大哥，你别打。大哥，你看你长那么帅，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长得没你帅的人留条活路？是，坐吧。人皮表皮肤够学。哎呀，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。没白听啊，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。